连锁服饰店来了不速之客，妇人走进店内绕半圈，顺手搜刮架上大衣外套，连同围巾长裤一并打包，从容离开。短短隔半个小时，女贼恶度光临，这回更夸张，才抵达店门口，居然轻轻松松将挂在门口的大衣围巾披在手臂偷走，共两件长版外套、两条围巾、一件裤子，要价台币47000。走进来不到3秒钟就拿走了，连转头都没有，那个太可怕了。一个人在这边顾到衣服掉。我们也是要自己赔啊。遭窃的服饰店小有名气，综艺大姐大张小燕是这间服饰品牌店的爱用者。服饰店2003年成立，主推侍女风格，近年来更代理欧洲品牌。女贼选在台北市马偕医院对面人潮众多的分店下手，完全不避讳。当天只有她一个人上班，还要忙着就是烫衣服，还要挂上去啊，干嘛整理仓库。结果这个小偷就是很大胆的进去拿了就走，好像是自己家的衣柜。一件外套单价动辄万元起跳，如今女店员得自掏腰包赔偿雇主损失。记得公布女贼特征：年约40多岁，乌黑长发，身高160公分，全身黑衣。犯案后搭计程车逃离，警方已经接获报案，循线追查。受害的韩姓女店员也因为这件事向公司辞职。记者陈文轩、张乃俊台北报道。12月28日起，中天综合台黄金9点，让爱飞扬。